swimmer. You're coming in that water, boy. You better be a swimmer. 的话，可能这个他们要占据更多的优势。对，福建队就像一辆豪华的吉普车，没有一个好的发动机。好，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。首先获得球权的是，要投到你手软，就是不防反击打快，干扰到了，积极的防守，抓反击，凯多找队友，快速给好球，再过渡，哎，零度又空了，但是选择给弗雷戴特也是没有问题，那这个球他有两个选择，第一就是左手，对，左手的队友，然后可以说是打出了这个超级巨星的表现，对，单场呢感觉拿四五十分都是家常便饭。我们现在的新秀几位新秀打的都不错，朱明镇啊，张宁啊，都打得很好，好球，又是一个三分球，今天在进攻段。你说我就借着你，我不站协防的位置，我也不让你去接球，漏别人我不漏你。你看上海现在很明显就是越打一些细节做得更细致似的，就是你投篮的时候，你喜欢你看你的左前方45度，你眼睛往那儿，四分之一个场站8个人9个人，哪有空间？是吧？把球要转移过来，你还起码是对防守人体能的一个消耗。最后的一攻，抛投打进，打得非常的弗雷戴特。大脑当中就像到了37分，我们经过节间的休息，稍后回来。哦，来了，这是他的节奏啊，突施冷箭。你看他这个准备动作啊，虽然速率很快，但是熟悉弗雷戴特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他要投的动作。对，忽然的上步，把球抢掉了，感觉福建队有一个忽然断电的感觉。因为精彩的尖刀球员的话，一个三分球可能就会让你打乱防守的节奏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节奏一打乱之后呢，就转换到了下一次进攻。又出现了传球被抢断的情况。这五分也是我们说啊，作为领先的一方呢，上海队应该是不会选择进攻了。没错，把时间消耗掉，恭喜上海勇士的又一场胜利。对于上海队来讲呢，他们收获了一场